好，最新消息，山竹的台风外围环流大雨持续影响北海岸的地区，目前雨势仍然不小，造成了阳金公路台二线有多处的积淹水，万里往金山方向都有部分的道路封闭。画面中可以看到，晚间的雨势仍然相当的大，金山万里台二线道路严重淹水，警方也摆出了三角锥，并且在大雨当中指挥往来的车辆绕道，部分路面也都被泥黄色的水淹没，车辆仿佛是水上行舟。气象署下午对于基隆北海岸地区发布了豪雨特报，金山市区涌入了滚滚的泥流，知名的金山老街还有市场也都出现了淹水的情况，一度水深及膝。有居民还说，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严重的情况。而万里地区也因为河水瞬间暴涨，有多处的道路严重淹水。